刘备、孙权的联合军在赤壁迎战魏国的浩大船队，虽然双方的兵力悬殊，但由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，成功的击退了敌军。建安16年，邻近的益州派出使者来见治理荆州的刘备，原来是刘璋害怕周边势力的侵略，而请求同族的刘备能发兵援助。益州是一个富饶之地，但不少人对懦弱的君主刘璋深感不安，而刘备的阵营里也有人极力主张应该要夺取益州。于是刘备终于也动了心。先生之意是要我攻打刘璋，取得西蜀，皇叔方能三分天下。可是刘璋与我本是同宗，我于心何忍？不取蜀地，必被曹操灭之。此举虽不仁，亦不义。但是为了振兴汉室及天下苍生，不得不为也。奇怪，这个地方不太对劲儿。过了这个绵竹，就到成都了。大家要平安通过森林。Fuck!
叫落凤凰，对我真是不吉利的名字。
放马过来。都没扰民也非把成都据为己有吗？